700好不好？600敢无？拢免钱，加三斤的蒜泥，送钱加钱，500好啊。来500，700搁送你，700搁你。我来讲哦，这300啊，重量啊，4斤，4斤蒜泥我卖你500，一斤蒜泥我125块，你连收都免收，好不好？我来讲。1、2、3、4、5、5的价钱，新价钱的人给500来。500，有人要吃炸冰刷的无？鳕鱼头刀咯，这烧番薯两千八，有够油的啦。来500，上面吃500。500，拢有啊哈。我来讲，吃4斤哦，5.5斤，一半房租卖袂。全部三个，今仔做三个鱼蛋，你着退钱，新价钱500了。来500了。来上面吃蒜泥刀刀啊。500啊。炸冰刷这一斤全部100块，来500，上面吃500。500。拢有啊，先我给你。你全部炸啥？5.5斤咧。500。500啊。冰箱冰了无？冰起。炸冰刷，这不是鱿鱼。伫我这搭，我的蒜泥放心恁买。今仔日。7斤，三个冰个落去冰起，干那几那边尔，500块了，500块了，来500块了，500块，五百几个，哎，好啊，乖乖，500，哎，500，啊，500了我，都来不及，谢谢，拜，谢谢，来了吧，来点毛巾，毛巾。台子要来要吃啥？下巴先买啊！来，你煮饺先好啊，韭菜煮饺。喂喂喂！挂班的讲啊！来，到来要吃韭菜水饺无？这一包55粒哦，这何家乡上名东北水饺，皮薄馅多。唔免上进话，上进即间厂商，台湾省有名水饺，唔免500，唔免400，要100、200、300，家己呛呛，最后一张新价钱的100了。来啊！来，要食韭菜水饺，你喊我100。100块了，要食韭菜水饺，100块。200。来，要食韭菜水饺无？100。过来要食韭菜水饺无？50块了，100块尔。100上面食100。来边啊，200啊！100个来要吃无？韭菜水饺。这物件只200。拢有啊吗？都有了吼。来，谢谢。这包水饺做好吃嘞。很好吃嘞。来，好嘛，哥哥，来嘛。我去拿一个。800，谢谢。来啊。600。来，我后背。我来拢收掉。600好吗？来，蛤蟆客气的收了者。来，蛤蟆，蛤蟆，这边客气的。蛤蟆这边客气的来。收个。来，行。来收个，来蛤蟆，来个来个吃啥呗？蛤蟆的吃，来个来个吃啥？蛤蟆，铁路排骨块的。哎，别那鱼了。花椒鸡块的，半斤半肉的牛腩块的。来，到了要吃排骨的，铁路排骨。我这个排骨嫩个汤啊，你来当吃看卖啊。我唔免让你开300，200我都唔免啦，好不好？一个人买就是新价钱啊，200我都。200啊！有人要食铁路排骨的无？200都。到人要食排骨的200，这条够你，这条够送你，这条够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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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条够你，免300，200上面吃排骨。200啊！铁路大排啊！三个好食，这条够来，这条够来，两个都来，200上面吃200。200。有人要食排骨的无？200而已。拢有啊吗？200。200。谢谢。够了，那个清洁。来，来，空调，空调。来，这里有没有吃？你这是花雕鸡啊，鸡汤啊。这鸡汤啊，你这哦剁个一块一块鸡腿肉，规支鸡腿肉来做的。这一包外口用到好，才300-400块。你这汤头来你看过，你让兄滚哦，你搁个滴两滴啤酒，你啉哦，暗时还袂寒。一包来300，2包都600嘛，还免600。这种鸡腿肉保证的哦，500好不好？4-5拢免啦，斤2-3-4，五个人加一人加两条花雕鸡腿，汤头甲鸡肉食到你好好，唔免500，先加钱啊，300了。来300。来，要食花雕鸡的无？300块了，300。300啊。300了，花雕鸡够买一箱吗？无啊。一箱了吗？一个人给两点，一个人给两点哦，五个人，先给钱啊，200了啦，来200，两百
百块，两包，来钱，来花雕鸡，两包，好啊，我再请，来两包，来两包两盒，来个两只花雕鸡哦，给他给两，给他给两，来两包，美女，掏钱啊，掏多少？掏钱啊，哪盒啊？最后一个两包好结束，两包，两包啊，掏钱啊，谢谢伯，来啊，最后一只是八毛，一包，最后一只是八毛，来，底卡给个底啊，小心呐，小心哦，小心，底卡给个，谢谢。龙须做一个，我紧来龙须做一个，系啊，安尼要紧，系啊，系啊，安尼要紧，谢谢，感谢你，来，我你啊归位了，以前给你啊注意，莫个变的，莫个变的，来，八百，好，谢谢。这个卤骨窑，今麦你画这个卤骨窑，这底卡，这是汤的底卡，一鼎、两鼎、三鼎、四鼎、五鼎、六鼎、七鼎、八鼎，九个人就搞不了了。我这鼎不爱给你画五百，不爱给你画四百。这包猪脚吃掉，你可惜啊！上星期钱的先赢，一百了，一百块了，一百块了，来三个脚花了，要上最新的猪脚汤啊，一百块了，一百哦，来一百块了，一百块，来一百块了，一百块，一百，我买一杯酒啊，买啊，我一百，还要多少？一百哦，嗯，还要多少？谢谢。收起来。今仔日哦，恁是来拢大出手的，今仔日。那个姐，好啦，你给他炸去。好啦。啊，来姐姐，喂，好些挂给姐啊，还要给我。好啦，阿婆来啦，今仔日乌白舞啦，好不好？我恁送去啦，快点啦。哦，蛤蟆。蛤蟆来哦。一切保证。哦，我就是啊。可以啊，阿姐，我先讲我吼，阿姐，一个人要做，你话卖要两位，你卖问我要创啥物啊？三百五百面啊，吼，十秒钟互你摕钱，十秒我讲了就拢卖搁摕啊，今仔变紧的，先摕钱的先摇，一百了，十秒，一百了，一百了，八秒，七秒，六秒，五秒，四秒。三秒，两秒，一百，继续啊，继续啊，就那个，一百来进来哦，来一百，来进来哦，哎妈呀，来一百，好，卖个收，无啊，好，那个几百，好，出来卖个块钱，卖个块钱，有够，有够，卖个块，卖个块，我老表，恁可以和恁计价挂好无？来，来，金龙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，来来收个，我先，你先上票先，来好啦，啊恁过来要吃啥物？过来恁要吃啥物？恁点菜我花无？到要点啥物菜？乌鱼子啊，乌鱼子一千块啦，来过去，一千块就好了。来钱了。伊这一包七十块，内底才十袋，拢够的吼。野生的男士，野生的我都摕十倍就对了。大家拢讲一届，一包一千，两包一千，三包你买袂着。野生的新价钱，一包可能一千多。一千啊！你要一千啊？两千？一千还是两千？一包五百了嘛？五百啊，一个啊。来个两百五百的嘛？小车两千的，五百买单没？一千五百。臭贵的，臭贵啊！五百啊！拢有啊吼！来，谢谢，感谢你，我来吃。来个要点啥无？谢谢啊！啊？对吧？你想几号啊？一号。啥物事啊？发条几号哩？对吧？你要食鸡汤不？鸡汤哦。注意听啊！这只是鲍鱼乌骨鸡汤。上大只、上大只鲍鱼，我估计啊，刚才这只外口餐厅煮的，应该超过一千块以上啊。鲍鱼我估计上大只啦，啊，我来讲，全部五个人过来买这只，这只当然你拢配兵煮煮的就好啊啦。因为这间工厂一定把你这只我估计煮甲足好食的。你若要搁较好食，有一个方式啊。我遮足侪人家哦，足侪年拢是安尼做的。我甲你讲一下，你无甲我买嘛无要紧，拢会来甲我买这啊。然后甲倒落一包鸡汤，你搁啊香滚看麦，汤头甲鸡肉汁完全无同款啊！互你炖鸡啊，一包。
这只卖让你开一千开八百，唔免啦，五只尔，只买一只就好啊。那细只退钱，上升价钱，我这只若卖五百，你又买无这个鲍鱼，加只大只，升价钱350了。哎，350。过来要食鲍鱼，鲍鱼有腹肌的嘛？350啊。过来要食鲍鱼，乌骨鸡无？350了。鲍鱼乌骨鸡。哎，350。350块，过来要食鲍鱼乌骨鸡。哎，350。这行啊，这行啊，这操行啊。帅哥，哎，帅哥。帅哥，你相信我，保证大只八哥就有你鹅肉。来，350，最好去吃350，左边没有多。350啊！我给了没啊？哦，350啊！我给了你了，生食几缸特别，你那小妹唔出事。五缸无啊？你要吃生食几缸？来个八个，哎，一半白来到，我来讲哦，我今日来要吹下你爽啊！你是要吃两个，到一半白来到干杯吹下去。有兴趣的笑，你笑起来无咩无去啦，有人要食这两样高档的无？日本生殖干贝甲配的量的，有人要食来笑起来的。啊，恁过来买啥？是要食啥？对无，你甲起司猪排对袂？我来看者无同款。来，你先给这包半斤半肉，怎么吃？伊乌鱼子五包嘛。哦，我收啊。伊这包是半斤半肉的牛肉火锅，这当然兄分量我收啊，哈、哦，这一只干来牛肉面，一个半斤半肉牛肉面，又不是牛肉火锅的鱼啊白啊，啊这两只干免700-800块，你要吃半斤半肉，我来讲全部啊，五个平时啊，半斤半肉牛肉火锅，这当然用我收，叫一块饭，叫一块面，介好吃，新价钱哈，200了，200块了，半斤半肉200块了，200块了。有人要吃半斤半肉无？200块，200块，上。哎，你帮我冲几个大吗？直接这个。来。